女人每吃一口冰淇淋，对面的小女孩也跟着吃一口，她觉得这样还挺好玩，小女孩也玩得很开心，但下一秒她就放下勺子，露出邪恶的笑容，擦去手表上的血迹，径直走到女孩面前，一把将她冰淇淋掀翻在地。她叫贝拉，是个顶级杀手，每天都要杀十来个人，脾气暴躁，性格还古怪，碰到老年人下楼比乌龟还慢，她都要指手画脚骂两句，高高在上的架子往那一摆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回到家里，他也不打算闲着，拿出化妆品把脸擦得比墙还白，再把毒药倒出来撒在桌子上，手拿一瓶烈酒往沙发上一躺，摆出自杀的样子，等上司过来给他派发刺杀任务。刚进门就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上司也是吓了一跳，他急忙凑上去查看。啊！哇！哎！好家伙，做他上司也不得安宁，迟早有被吓走的风险。贝拉接过赏金和暗杀目标，便开始调查对方信息，很快便得到地址和样貌。他二话不说骑上摩托车飞去，这次他打算不用一枪一弹，仅靠他头发上带有毒药的发簪。趁门口保安不注意，贝拉一个小箭步溜到围墙边，顺着管子爬上去，来到房子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贝拉向外查看，原来富豪正在后院和朋友开派对。贝拉微微一笑，看到目标就像看到提款机。他走进卧室，打开衣柜，准备找一件像样的裙子混进派对，不料这时巡逻的安保脚步声传来，安保发现刚才还好好的衣柜却开着，便开始对里面搜查，但找了半天没看到一个人影，安保认为是自己多虑了，殊不知贝拉就躲在行李箱里。他换上衣服混进派对，刚要准备靠近富豪实施刺杀，却发现富豪在欺负孙子。孙子生气地跑回房间，贝拉见状想到了更保险的刺杀方法，他跟着男孩回到房间，哄骗他把爷爷给喊上来。见富豪上钩，贝拉就把男孩关进厕所了。富豪刚走进房间，就被贝拉的美貌深深吸引，瞬间就忘了自己和孙子的事。他看着贝拉，眼神都不带挪一下。贝拉找了个借口把门关上，趁富豪在研究他各方面的条件，贝拉悄悄拔出发簪，直接扎在他眼睛上，再把一管子毒药打进去。富豪立马去领了盒饭，完成任务回到家，上司就赶来告诉贝拉一个坏消息：之前的刺杀目标有一个活了下来，此时正在医院抢救。那人知道贝拉的样貌，必须赶在警察对他录口供前去把他给弄死。而此时警员毛杰已经来到医院，准备向受害者询问凶手的样貌，但被医生告知病人还在昏迷中，必须在门口等待。趁着等待时间，毛姐进厕所整理下发型，不料刚好撞见假扮医生混进医院的贝拉。好在毛姐不知道他是杀手，贝拉也不知道他是警察。出去时贝拉还嘲讽毛姐， Where are you going?等毛姐从厕所出来，发现病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杀了。 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Jesus!而唯一的证人也被割了喉咙。解决后患的贝拉回到家，又收到一个刺杀任务。从没见过这样的杀手，上一秒还是个小公主，下一秒就化身又酷又飒的杀手。而他杀人的方式也与众不同，先让对方感受到强大的压迫感，然后忍不住攻击自己。有枪他就是不打，对方身上就是玩。男人好奇地问为什么杀我，而贝拉给出合理的解释。最后两枪把男人给送走，换作一般的杀手此时已经逃离现场，但他不一样，玩累了就当场休息，顺便想一下待会夜宵吃什么。白天他刚回到家门口，就撞见男朋友在楼下翻垃圾桶，男友害羞的解释昨天扔错东西所以找一下，但贝拉根本不信，从他手上的装备就可以看出他是专门干这一行的。贝拉懒得搭理男友，直接转身离去，因为他忙着去刺杀下一个目标。但这次他不打算带枪去，因为根本带不进去。他用各种科技与狠活制作出一瓶有毒的香水，接着化身成一名服务员混进宴会。进来后他假装给各位嘉宾倒酒，实则在观察目标的一举一动。这时终于等到女人去厕所，贝拉一路跟去，不料突然被身后的管家叫住，原因是服务员不能进 VIP 厕所。贝拉谎称是去给客人送开塞路，管家见状也不好说什么，便同意让他进去。他找到女人便开始推销手中的香水，而女人是做投资的，好的产品他也不想错过，说着就打开香水试试。刚打开贝拉就吓得退后几百米，看到女人喷在手上闻了闻，贝拉差点没把门牙笑出来。很快女人就感到头晕目眩，总有口气喘不上来，她使唤贝拉帮忙叫救护车，而贝拉一脸享受地看着女人难受，因为这是她最喜欢的杀人方式之一。这时的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害了，直到女人倒了下去，贝拉依然不满意，她还要蹲下身嘲讽一下，拜拜。完成任务回到家，贝拉就被上司愤怒的一把摁在墙上，因为之前有一个任务
是把幸存者伪装成自杀干掉，而贝拉却把病房里的医生和警察都杀了。两人话还没说完，贝拉的男友突然找上门来，场面十分尴尬。贝拉赶紧解释这老头是他哥哥，男友见状不信也得信，赶紧上前握个手。随后贝拉就把男友给打发走。而就在这时，男友发现垃圾袋里还有没用完的香水，他觉得这样有点浪费，于是就捡起来带走。很快房间里的两人就听到门口一声巨响，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男友被他的香水给毒死，但贝拉却没有感到很伤心，反而说死得好，因为他不怎么喜欢男人。说到这里，最近总有粉丝问我，如何再找到高颜值又优秀的女朋友一起过年，推荐一个高质量软件牵手。这里大多是漂亮又高质量的优秀青年，聊天也蛮主动，很容易奔现。平台用户不仅需要照片认证，还有真实的学历认证和工作认证。想脱单的小伙伴，你还不心动吗？点击下载，立即开始你的心动之旅吧。随后上司告诉贝拉，一月那次事件后，有个叫毛姐的警察开始负责调查你。夜晚贝拉在网上查找此人，结果他惊奇地发现，这毛姐正是他在医院厕所里撞见的那个人。贝拉打算在下一次任务中背着上司偷偷干掉毛姐，没想到一个小诊所里还隐藏着这么刺激的服务，他既不是手术也不是治疗，但能让有这个癖好的人不惜千里也要过来感受一下。 Take off your clothes。小胖是这家店的常客，而他浑然不知今天这个医生是个顶级杀手，并且还有着阉割这方面的爱好。不知情的他还在那嬉皮笑脸。贝拉看了看单子，小胖购买的是八分钟的鸡蛋按摩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贝拉拿起大钳子，即使把鸡蛋整碎了，贝拉依然不满意，他还要把气瓶压力拧到最大，把小胖给活活毒死，最后还要把他的头转过来，十分享受地看着他死去。很快警员毛姐和他的老搭档赶来现场，为了方便驻扎在这里调查，两人把行李都搬了过来，而贝拉就在不远处监视着两人。这时毛姐接了个电话，挂断后却发现他行李箱不见了，果不其然被贝拉给偷了回来。看着里面又土又丑的衣服，他差点没把煎饼给吐出来，但这绿色的丝巾看着还行。丢了行李的毛姐被迫来到店里买两件衣服，可试了半天穿在身上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他刚想出来叫服务员，却看到旁边挂着个腰带，他想都没想就穿上，没想到一下子就高端上档次。而这正是贝拉悄悄给他放的，还顺便在里面装了窃听器。从两人对话中，他得知了毛姐要去坐地铁见一个人，贝拉卡着时间跟了过来，刚好列车到站，看着毛姐走进车里，他微微一笑也跟着上车，不料突然被毛姐的搭档一把拽住。原来搭档看见贝拉身上的丝巾和毛姐的一样，才把他拦住。贝拉谎称在附近黑市买的，说完就赶紧离开。搭档没有证据，只好在后面跟踪贝拉，而贝拉也察觉到自己被跟踪，他将计就计，一路把对方带到酒吧里。当来到人群拥挤的舞池，贝拉转身就露出他邪恶的微笑，随后便朝男人杀去。搭档这下才意识到中奖，但此时已经跑不掉。收到消息赶来的毛姐也只能过来收尸。对于搭档的死，毛姐哭了三天三夜，同时她的行李也被贝拉用快递寄回来。她打开里面装满了很多大牌新衣服，还有一瓶名贵的香水，然而边上的小纸条让她大吃一惊，贝拉竟然喜欢上了毛姐。该说不说，这口味属实有点重。而贝拉因为没得到上司的允许擅自行动，还干掉一个警察，这大大降低了上司对他的信任，直接取消他独自行动的特殊待遇。接着上司就递给他下一个任务地址，他将前往英格兰和同事们去刺杀一个官员。到账后来接他的这个男人是这次任务的小队长。然而刚上车后，贝拉从后视镜看到前面坐在副驾驶的人竟是自己的前女友。两人一脸惊讶的对视后，便在车里打得你来我往，原因竟是当初贝拉把他给甩了。还好一旁的小队长及时把两人喊停，而现在的小迪和队长在交往，此时的队长还并不知道小迪和贝拉以前交往过。很快三人来到官员的家门口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兵分两路，队长去后门蹲守防止官员逃跑，小迪和贝拉走正门进去。开门后的老母亲看到两个大美女来找儿子，也是吓了一跳，以为儿子又在外面瞎搞。两人赶紧解释我们是你儿子的同事，老母亲这才松了口气，赶紧把两人请进家里好吃好喝招待，还急忙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。此时他要是知道两人是来杀儿子的，不得肠子都悔青。随后官员回到家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他一个急转弯朝另一边逃走，三人立马驾车追去。一路上小迪探出头扛着 M4 朝官员的车一顿突突，期间弹壳不停砸在贝拉脑门上，很快官员的后玻璃就被打爆。队长见状呐喊着给小迪鼓掌，这吵得贝拉很烦躁，还导致追捕过程中错过了路口。随后三人掉头追去，却发现官员的车停在小路中央。下车后贝拉就急着上去一顿突突，但被队长叫住。队长表示我才是队长，我说了上我们才能上，这让一路都在忍让的贝拉更加憋屈，他很想给队长的脑门来一枪。队长上前查看，却发现官员不在车里，殊不知官员就
躲在附近的草丛里，他还打电话给毛姐过来支援，而失去目标的三人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贝拉只是问了一句现在怎么办。 Say something stupid and I'll shoot you. Like you shot Frank Bang in the head. Like you shot FrankBang in the head。 三个顶级杀手第一次在一起执行任务就以失败告终，他们互相埋怨，当场吵了起来。而这一吵，三人的行为反转再反转。此时队长和贝拉相互瞄准对方，小迪作为队长的女友把枪指向贝拉，合情合理。但这时队长听到两人的谈话，才知道小迪和贝拉之前交往过，该说不说，两人的口味属实独特。贝拉一人面对两个枪口有点逆风，他开始向小迪解释，当初甩了你是迫不得已，现在你离开队长我们就在一起。队长听得很是愤怒，举枪就要崩了贝拉，但小迪突然表示让我来。队长缓缓放下枪，不料下一秒小迪却指向队长，显然他最爱的还是贝拉。贝拉转身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并表示我们现在就私奔，你想去哪都行。小迪听的也是满怀期待，然而就在小迪去后备箱摆放枪时，贝拉又露出了他那邪恶的微笑。他果然还是那个不干正事的贝拉，但这时车子却怎么也打不着。已经躲在草里半小时的官员见机会来了，他看了看远方，此时不跑更待何时。这一幕刚好被贝拉看到，贝拉才意识到原来刚才追杀的目标一直躲在附近草丛里。作为一名顶级杀手，猎物在手中逃脱简直是一种耻辱。他卸下装备撒腿就追，然而就在双方追逐了几公里后，官员就被赶来支援的毛姐给接走。他们一路狂飙躲避贝拉的追杀，然而下一秒毛姐却做出震惊两人的行为，她居然把车停了下来。因为之前的事件，毛姐认为贝拉可能真的喜欢自己，为了验证猜测，她冒死朝贝拉走去。果然贝拉没有向她开枪，但下一秒贝拉却把枪口指向自己。然而他只是想看看毛姐会有什么反应，随后贝拉亲吻枪口以表示他的爱意，很肉麻的向毛姐脚下开了一枪，便迅速消失在现场。而官员被毛姐他们护送到附近的安全屋，给他配备了十多个顶级保镖，所有窗户也都被牢牢焊死，但这些都没有卵用，稍后他将会是死得最惨的男人。夜晚毛姐回到家，或许是白天被贝拉的行为有所触动，他竟然打开行李箱，穿上贝拉送他的名牌衣服，喝着一杯又一杯伏特加，翻看着贝拉的所有资料。然而下一秒屋外传来脚步声，他刚走出来查看，是贝拉找了过来。他着急的想打开窗户呼喊救命，但根本打不开，找了半天卫生间里也没有合适的武器。下一秒贝拉踹门而入，他竟然拿着马桶刷对准贝拉。贝拉直接一把将他按进浴缸里，贝拉已经说了80遍我不是来杀你的，而毛姐还要一直在狗叫。闹了半天贝拉只是想和他吃个晚餐，就在准备餐具时，毛姐偷偷把刀塞进腰间，但身后的贝拉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动作。为了让毛姐有点安全感，贝拉同意他把刀放在桌上，随后两人谈话间贝拉直接上起了手。毛姐气得拿起刀就要反抗，但被贝拉迅速制服，抢过小刀抵住他的喉咙，接着拿来他的手机询问解锁密码。此时的毛姐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贝拉要干嘛，直到贝拉临走时向他说了句谢谢，毛姐才意识到原来贝拉要利用自己的手机找到官员安全屋的地址。很快官员半夜起床刷牙，他刚抬起头，上次让他跑了，这次给他8条命也得死在这里。然而在杀他前，贝拉竟然想和他打一场扑克，官员被吓得瑟瑟发抖。Just a joke。 随后贝拉就把他带进卧室里，刚进来官员就不老实，拿起板凳攻击贝拉，贝拉直接上去揪住他的衣领，赏他一嘴巴子。Don't get me excited, thank you。接下来的阉割画面大家自行脑补，等毛姐他们赶来支援，官员已经躺在床上被折磨死去，并且他的小兄弟已经被割走。第二天贝拉就在家里煎起了热狗，还叫来上司一起享用，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热狗。这时上司开始询问与他一起执行任务的同事怎么死的，贝拉一顿狡辩，但还是瞒不过上司，因为贝拉的前女友小迪那天并没有被贝拉用车给压死，但不幸的是他被关进了监狱。小迪知道的事情太多，上面担心他会把一些事情给抖出来，于是上司把贝拉送进监狱去把小迪给干掉。他刚进监狱就给狱警一个大嘴巴子，旁边狱警上去就是一棍两棍三棍，打得他站不起来。换作一般人今后就会乖乖听话，但他不一样，你越是欺负他，他越是想尽办法嘲讽你。
随后狱警就罚他去厕所清理下水道。别看他现在如此狼狈，他可是个顶级杀手，这次被派来监狱是为了刺杀他的前女友。清理下水道的功夫，贝拉就结识了旁边这个有暴力倾向的狱友。等到放风时间，他就让狱友打自己，狱友打得越猛烈他却越高兴，所有人都看得一头雾水。然而他这么做是为了进医务室，因为医生是他的线人。随后医生就给了他一把小刀，并告诉他前女友的牢房位置。打饭时他距离前女友越来越近，便把袖子里的刀拿出来。不料这时狱友却想和他玩耍，贝拉警告他现在不行，然而狱友就是不听，还把小刀给整掉在了地上。他紧紧握在手里，就是不给贝拉。很快轮到贝拉打饭，小迪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吓得连忙后退。他清楚的知道贝拉是来干掉自己的，就因为狱友把刀拿去，害得贝拉没有第一时间干掉小迪，还搞得现场一片混乱。贝拉见状干脆将计就计，他拿起包菜扔过去试图激怒狱友，等他冲过来时借刀杀人干掉狱警，不经意间顺势把小刀拿回来。很快另一名狱警赶来，所有人都在指责是他捅了狱警。正当狱警在安抚他情绪时，贝拉悄悄从身后偷袭一刀捅死他。再拿上监狱钥匙，趁狱警在忙着管理犯人，他一路赶往小迪的牢房。很快一名狱警就发现牢房内有鲜血流出，当狱警开门进去时，贝拉已经把小迪给干掉。事后他和狱友就被送往法庭，一路上都看似平平无奇，但下一秒，押送他们的车辆被拦截了下来，紧接着前面的司机就被干掉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车厢的一名狱警却开枪射杀另一名狱警，原来他是贝拉所在的组织上派来的卧底。随后他被带到了一个烂尾楼里，迎面坐着的光头是组织给他派来的新上司。介绍完自己后，他就掏出任务卡给贝拉。然而这次的任务对贝拉非常具有挑战性，刺杀目标竟然是他之前的老上司。不仅这样，光头还提出一堆任务要求，简直比他的老上司还啰嗦，浑然不知他的废话已经惹怒了贝拉。下一秒，看来他做上司前是没研究过贝拉的脾气。随后贝拉来到老上司家里，看在多年感情的份上，贝拉给他自杀的机会。上司自己也清楚组织下的刺杀命令，他没有强大的势力保护是躲不掉的。说完他就拿来毒药倒进嘴里，二话不说直接一口闷。然而下一秒，他被上司打得头晕目眩，缓了好久才站起身来，如果再用力一点可能就当场去世。当贝拉追出来时，上司已经开着快艇逃走，随后还给他竖了个中指。虽然让他跑了，但好在他的女儿还在贝拉手里。这个经常杀人的杀手绑架了一个啰嗦不停的孩子，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女孩的嘴简直比苍蝇围在耳边还难受，但看不惯他又不能干掉他，因为女孩是贝拉唯一的筹码。为了耳边能清静，贝拉立马买来了汉堡堵住他的嘴。然而这时两人竟比起了普通话。普通话。You don't know that one, do you? 我要把他带走。不料女孩说的比他还标准。You can't speak Mandarin, can you? Shut up.I'm still learning. 随后两人来到目的地，老上司为了救女儿也是立马赶了过来，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和毛姐混在一起。不过面对组织上的追杀，也只有毛姐那边能保他安全。见贝拉拿枪指着孩子的脑袋，两人赶紧把护照和钱还给贝拉，希望他能放了孩子。但贝拉可不只是来拿护照的，之前让老上司跑了，这次给他七条命也得躺在这。说着他就开枪射击。贝拉刚要上去补枪，但被毛姐阻止。两人僵持了一会后，贝拉无奈地转身离去。等贝拉再次回到家，发现毛姐竟然提前闯进了自己家里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毛姐找到了贝拉所在的公寓，进来后她就开始各种破坏，把家里整得一片狼藉，因为她对贝拉简直是又爱又恨。随后两人便开始互相坦白心中对对方早已萌生的爱意，接着二话不说立马进入正题。等不及的贝拉率先出手，不料这时毛姐竟用小刀抵住贝拉的肚子。贝拉本以为她不会真的动手，可下一秒，因为毛姐又爱又恨，这使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。但这一刀下去，毛姐又突然后悔了。贝拉刚要提醒她别拔出来，毛姐却傻不拉几的给拔了出来。这下好了，身体的血不得流失一大半。趁毛姐去翻找止血的东西，贝拉滚下床捡起枪朝她射击。毛姐被吓得不敢过来。等没了动静，毛姐再次走出去，发现贝拉已经离开，只有邻居站在门口。She has gone.
毛姐急忙顺着血迹追出去，可刚到楼下就撞见三个不像好人的坏人。毛姐意识到不对劲，又立马折返回去躲起来。等三个坏人走上楼去，她又从暗格里悄悄走出来，刚走几步就看到邻居被一枪爆了头。原来这伙人是来找贝拉的，还好走得快，不然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。然而身受重伤的贝拉就躲在墙边的栅栏里，女人在家里被女人捅了一刀，她一边流血一边逃亡跑了出来，很快身体就失血过多，有点吃不消。当来到一处小巷子里，贝拉见旁边流浪汉的酒还剩半瓶没喝完，她拿起就往嘴里灌，试图减少疼痛，接着把酒洒在伤口处消消毒。经常用酒洒伤口的人都知道，这酸爽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最后她还把流浪汉的外套给顺走，咱也不知道流浪汉醒来后会不会当场崩溃。贝拉来到马路边，想伸手搭个顺风车赶去医院，可从他面前驶过的汽车都没有一辆停下来。贝拉很是着急，因为再拖下去恐怕都不用去医院了。直到一辆老奔驰朝他驶来，贝拉直接扑了上去，随后他就被送到医院门口，并且姿势摆放得非常到位。贝拉再次醒来，医生已经给他缝合好了伤口，旁边还躺着个刚出车祸的男孩。贝拉与男孩互相了解后，就把他收为自己的小弟。为了尽快离开医院，他让男孩一瘸一拐的去帮自己偷东西，没想到男孩两分钟之内就得手了，显然他是干这行的料。贝拉换上偷来的衣服，假扮成医生，接着来到药房里，拿上自己所需要的药物。刚要走回去时，他发现旁边这个病房的桌上放着个手提包，并且床上的病人处于昏迷状态。于是他悄悄走了进来，翻找值钱的东西。不料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贝拉赶紧拿起单子假装进来看病，原来是家属回来了。这时家属问起病人的状况，贝拉想都没想，直接回了一句病人已经有所好转。然而从病人的脸色来看，都快要去世了。家属听到好消息，激动地抱住贝拉，浑然不知他的钱包已经被顺走了。现在贝拉药物和钱都有了，他随时都可以离开医院，但离开前他打算干一件正事。刚刚才收人家做小弟，下一秒就把他的头给扭了，咱也不知道贝拉是咋想的，不过这能使他快乐。随后贝拉一瘸一拐地跑出医院，他来到一家洗衣店睡了一觉，可当他再次醒来，包里的药物和钱都被人偷了。洗衣店老板把洗好的衣服扔给客人，并警告他赶紧离开，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睡了好几天了。可当贝拉起身准备离开时，发现包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偷了。贝拉愤怒地指责老板娘没帮他看管，但老板娘指了指上方，丢失概不负责。贝拉呵呵一笑，委屈地收好所有东西。当来到门口时，直接把店里的洗衣粉给到地上。他果然还是不干正事的贝拉，不过这只是他的基本操作。随后贝拉来到一所超市里，但他不是来买东西的，因为钱被偷了还无家可归，现在急需找一个单身汉蹭吃蹭住。贝拉左顾右盼寻找着目标，很快就看中了一个中年大叔，他刚想上前搭讪，可没想到男人的老婆就在旁边，再怎么不干正事，挖墙脚这东西还是算了。随后他又撞见了个老实憨厚的，贝拉呵呵一笑，心想今天就蹭他了。殊不知越老实的越危险，当男人来到门口结账，贝拉直接走过去上起了手，恳求男人护送自己离开超市，十分委屈地向男人谎称，门口坐着的那个男人是自己的继父，他有暴力倾向，经常虐待我。而男人看他满脸是伤，也就信以为真，直接把他护送到自己车里。互相了解后，男人就开始暗示贝拉，家里有间空房，你可以来住几天，毕竟单身40年了，难得遇到送上门的。然而这正是贝拉想要的。当晚他就哄骗男人给自己买消炎药，因为肚子上的伤口开始恶化，包里的药还在洗衣店被偷。贝拉不想让男人知道自己有重伤，只能骗他是喉咙发炎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男人非常抠门，只回了一句多喝热水好好休息。夜晚贝拉正在熟睡，突然听到门外有奇怪的响声，他起身拿上武器出来查看，可找了一圈发现男人睡得正香，不可能是他发出的声响。当贝拉打开另一个房间，原来是患有痴呆症的老母亲在梦游，为了防止母亲会游到外面去，男人才把她一直锁在房间里。白天贝拉和老母亲在客厅看电视，不料老母亲突然告诉贝拉一定要小心他儿子。贝拉听得一脸懵，为何老母亲会说这样的话。贝拉刚想询问原因，但这时他又恢复了老年痴呆。贝拉开始慌得一批，他想打开窗户发现根本打不开，并且大门也从外面锁住，就连卫生间的窗户也做了加固。贝拉意识到不对劲，急忙用创口贴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，接着来到厨房找一把刀防身，没想到这时男人回来了。What are you looking for? A kitchen knife. What for? To stab you with. Nothing sharp in the house, I'm afraid. Mum might cut herself. 没想到他竟然把刀都给藏起来了。
男人刚出门，贝拉就急忙打电话向组织求救，但打了好几个都无人接听。不料这时男人又折返回来，贝拉手忙脚乱没放好电话，男人看到这一幕，直接把电话和线给拔了。他十分变态的警告贝拉别想着离开，除非给他点好处作为收留的回报。贝拉听得很愤怒，这辈子没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他忍无可忍，直接就是一脚。要不是身受重伤，他早就把男人给阉割了。扭打中，贝拉死死掐住他，但这时男人刚好一拳打在他的伤口上，贝拉瞬间痛得瘫软在地，反被男人占据上风，掐住他喉咙，这窒息感直冲天灵盖。危急时刻，贝拉摸到旁边的摆件，直接给男人的脑门来一下子。趁男人还没缓过来，贝拉迅速跑到门口，可还没打开门，男人又追了上来。这次算是完蛋了，脑门被他牢牢锁死。但贝拉也不是吃素的，好歹也是个顶级杀手。他用力向后倒退，撞击男人，左右摇摆，再迅速接上一拐子挣脱束缚，拿起尖锐的铁棒直接插进他喉咙。This is what you get, Julian. 几秒后，男人就去了天堂。随后贝拉走出房子，来到马路边，看见对面有辆汽车在用灯光呼唤自己，他好奇地走了过去，原来是组织上看见他打的电话，跟踪地址找了过来，这个男人是组织派给他的新上司。